我就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嗯，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 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 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嗯，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。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 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 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嗯，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。 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嗯，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。 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 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 嗯，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
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又是你。香港有多大？遇到有什么好奇怪？今天没看见你开车，看来你心情好了很多。乱猜。正好陪我去酒店吃个 ice cream buffet， 我现在很想吃甜品。你说陪就陪啊，我不吃甜品的，拜拜。喂，我请你不是不给面子吧？我没钱吗？要你请。这家雪糕店在做 promotion， 不用钱的，走。开心其实很简单的。这个开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你什么都从经济角度去想，累不累啊？我这种叫实事求是。我这个人简简单单，不像你那么复杂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。到我们了。OK， 谢谢。